中国有清明节，那么阿拉伯人怎么悼念去世的人呢？大家好，我是阿斯玛。前几天是中国清明节，我看到很多中国朋友纷纷去扫墓，但是我们阿拉伯人、穆斯林人并没有这样的概念，没有像清明节这样特别的日子。其实我们有三个最著名的节日，就是 Eid al-Fitr al-Mubarak、Eid al-Adha al-Mubarak 和 Eid al-Mawlid al-Nabawi al-Sharif。 这三个节日，大家可以上午去打扫墓地，或者可以献花。最重要的就是向去世的人，就是表达我们的思念。开斋节有很多很多另外的内容，下次我会给大家讲一讲。谢谢。